就是十万订阅会举办活动吗？算是会吧。十万订阅的话，来举办一个，举办一个特别计划。最近练习比较忙一点啊，可能这个计划会先开始执行，然后等到后面，到后面才正式开始看要怎么弄吧。打完比赛比较有空一点。赛程已经出来了，哇，危险的。看都不用看，我都知道他在那个位置啊，厉害了吧？这就是我的视角，看都不用看，直接开大，他一定在那里的。好啦，这也是蛮后炮啦，如果他不在的话，就超尴尬的。小诀窍，抢四节。哈哈，爽！通通都是我的。这点啊。打这步的意义是什么？留住他们而已啊，让他们两个人卡在我这边，削翻了。哦，大事不妙了，这队友。看，完了，亏了。没丢到，西巴，还不错啦，还不错啦 ，OK 啦，勉强啦，我尽力啦，我尽力啦。完了，这个莫拉疯了，这游戏制作人疯了，路过是不？我操，什么招啊？他就冲过去，我路过。漂亮！我挡到了，冲着我来，你冲着我来吧！不行！他很想杀我啊！我跟你讲，哎呦！你们大学转那么快的吗？我有，怎么啦？我操！
想都不想直接踩他一波大，做个屌换血。你看我如果把他打半条血，他有能力跟我争夺这个野怪吗？没有。有能力守我断这兵线吗？没有。断完兵线直接去支援。队友需要我的帮忙。我这莫拉跟我这个搭配不错哦。命中！哇哦，我们这搭配，我帮挡。哦，这不能挡，抱歉。我想帮你挡的，但是那不能挡。来啊 ，PK 啊，斯科德 ，PK 啊！哎呦，他身上有一把剑，被插死了。我操，这么牛！哎，我靠！哎，不要！哎，没死吧？哎，我不要！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丢你一下！来，我要调戏他们了。没了，跑了。他怎么一整把都在唱回城啊？一出来就回城，一出来就回城，一出来就回城。不要！不要！啊，太贪心了。这里不对。哇操！太神了吧！哇，还是得死，再神都得死。吃下去，吃下去。等什么？等这个是不是猛哦？哇，那个。没踩到，斩杀！啊，我刚那个啊，跑那个塔下扛好几下塔，亏了，亏了，亏了，真的亏了。操，俩丢！完了完了，他们阵容坚强啊，怎么打？小兵被我清掉了，小兵被我清掉了。接下来怎么打、啊？至少把兵吃完了，好，接下来怎么办？这三只怎么打？完了。
啊，这是他们实阵容坚强啊，这该怎么打、啊？杀这小萝莉好不？杀到了，杀到了，开开心心的，退吧，退吧。我只能杀那小萝莉啦，真是畜生。哇，被他顺到了，我都丢到了说。哎、欸，啊我怎么死了？啊，这个死好亏啊。完了，家破人亡了，是不是？干！不要推，不要！哇 ！What the fuck？ 守住啊，莫拉！刷一波！守住！守住！拜托！下路，下路有一只兵！干！下路了！干！怎么守不住啊？到底是没有看到那个东西一直在敲吗？守住，拜托！下路，下路有一只兵，干下路了！啊！好惨啊！那个东西就是一下一下的敲，一下一下的敲，他一下一下的敲，把我的心都敲碎了。